找你的人家已经停车了吧？这是在捡啊，这是在捡。钢索的话，它是有那种弹性嘛，嗯，然后船在摇摆过程中，它这个钢索就会一松，受力的话是紧是吧？不受力的话往回来就是松，那么它这个有可能就会造成这边对它一种松动。松动的话，我们检查出如果说这个拉得不够紧的话啊，我们就通过这个把它紧回去。它也不能太紧，因为这样如果太紧的话，这里飞机的机体结构这受力太大，就对飞机会造成一个损害。